生活中总有人让你牵挂，也会有人牵挂着你。不管是让人牵挂，还是牵挂别人，有一个人牵挂着是幸福的。在心中牵挂着一个人是幸运的。牵挂的心有时会累，有时像吃了糖。牵挂有时是心痛，有时是快乐，有时会让人心烦意乱，是剪不断理还乱，说不出的滋味。牵挂有时会让人愁，在他心里还有你的位置吗？他是否会牵挂你？他在什么时候会牵挂你？请保持内心的平静，默念他的名字，从下面选出一张牌，牌面解析往下看。遇到感情问题，想知道对方是如何看待你的吗？想知道你们还有机会复合吗？想知道你们未来关系发展情况会如何？想知道未来的桃花运势如何？关注微信公众号塔罗师业务，一对一塔罗占卜告诉你答案。